无啊，我收钱啦。我啊，甲你收钱。无啦，无。啊。收着真甲收伊啦。哎，各位贵宾，早安！早上有没有猴子来跟你们敲门呢？有。我早上那个郭大哥，你看那个小母猴子了，带搞完囝了，在门口叫我们起床，敲窗户。对啊，就是肚子饿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今天的行程哈，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去 Stebla， 它也是一个石窟哈。那这个地方上去呢，不能穿短裤，所以刚刚有请大家都对，有请请大家去换一下衣服。昨天有讲啊，牛仔裤没问题。哦，那这个石窟呢也是要爬哈，它上坡就是它是比较斜的路。哦，它是斜坡，不是楼梯，都有了。然后大概要爬20分钟左右，然后爬到入口处，我们在门口那边要脱鞋子进去，啊，脱鞋子进去。所以如果不爬的话，就是没有要爬的，我们一样在下面会有，它有地方可以休息的，就约在下面哈，约在下面。那这个地方大概半个小时就会到了哈，我们这边马上就到了，距离很近。那参观完这个石窟呢？不是下午，就是参观石窟。我们中午前就是会前往另外一个景点，叫婆罗纳努瓦。婆罗纳努瓦就是这边斯里兰卡另外的一个古城，哦，另外的一个古城。那中午会在那边用午餐，然后用完午餐后再开始参观。哦，参观完下午。就会比较早再回来饭店，然后大家下午就可以还是可以享用饭店的，就是拍拍照或享用它的设施吼。那这个游泳池哦，开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，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。就是餐厅那边有一个啦，然后我们房间的另外一边侧边其实也有一个游泳池。哦，然后这边的按摩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预约。哦，昨天看一下价格，大概就是换算成台币的话，大概就是2000块左右。对，2000块左右了，大概一个小时，然后或90分钟，它有两个选项。哦，然后如果有兴趣，大家可以再回来下午可以预约一下。没有发现，对，这是匆匆忙忙走出来的。你这个超商的话，他们在柜在那边。哦，这边就是。这以内的大门啊。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我们今天参观的超商，刚刚我们的领队先生已经说了，破庙进去的时候，门口要塞门口，要脱鞋脱帽子。头西都帽子，你们的香烟啊，没有，抽烟都没有，啊，抽烟的话，香烟打火机不能带下去，香烟打火机放在里边，佛庙里边外边的地方都不可以抽烟。